的重心不要走，你看，看这样子，我重心维持到这边。然后书的重心应该在前面吧？啊？老书的重心是不是在这边？在这里啊。他是腰带进去了，他应该没有没有就是撞。我往上提啊。我提起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让他往前走啊。我维持到这个桩，所以这种重心有动，对，所以拿起来落下，哎，那个重心有变吗？没有变，但是它有往上，它也没往上，是这个怎么样？所以你不要去动到你的全身呐，我不动的是你比较低的加速变身出去。对呀，所以会落啊，所以会落啊，是往下落啊，听不懂？太懂，哎，没关系。不是啊，你不管他的话嘛，你不管他的话，这个要落，你不管他的话，他一定是往下落啊。但是他这样子是平衡的。你站桩不是平衡的吗？你如果是这样子它没有平衡吧。但是如果有三角形然后在前面的，可是我拿起来的只是这一段啊，我没有拿整个啊，所以我叫你们身体不要动啊，桩不要动，听不懂？桩不动，你就桩不动，你只管这个松掉落到胯，你只管你的注意力只是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好，力量呢，来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。我要你去抓的是下去的那个力量，你如果这样子下去的力量就不直了，听不懂？这样子也不直了，听不懂？我要你们去抓你的重心跟小腿合住的那个力量，直整完满，听不懂？就像你打，这是谁的？我的。